肖战才能流量王，娜姐不是说了，娱乐节目主持一姐啊，然后4000年美女，所以刘维是来探班的吗？这是，我是娜姐的徒儿，对我是来那个，我只是来探望一下他们，我就走了。探望怎么可以过来？保安。天哪，我竟然成了今天是流那个访谈的重点，所以我才是真正的流量王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年这个30结束之后，你们会去各自的家里边去拜年吗？ 没必要吧？太远，太远。我们排练已经待够了，我们想过年就不要再看到彼此了。很好，那你看这个节目一共就是三个男生嘛，然后呢，肖战以及你们二位就会不会有压力呢？就是，哎呦，我没什么压力，我跟他都没有同框。我的还有刘维比较。我一上来是个单口相声，然后我单口相声完了之后就再见了，所以说其实也还好，我的那一段。为什么你们都不敢承认跟肖战同台过？因为我们一旦。 承认海洋又要讽刺我们，我们海洋有先说，没有，怎么会讽刺？我真的觉得其实你三个人在一起太合适不过了，因为哎，这个节目一定非常非常的完美，还是不相上下嘛，对，是不是？肯定是个偶像剧，对，能感觉到他们之间很有默契，所以接下来为了考验你们的默契，我们现在要玩一个快乐传真，好，好不好？肖战看一下，好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来，观众朋友们看一下，好，好，准备好，开始。 OK， 好，没毛病。OK，这么快，这么快，是难还是简单？没了哈，没了没了没了。哦，好。哎呦，好简单哦，好，知道了，娜姐，娜姐。 好，我们增加难度了。好，来，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。好，计时开始。没了吗？好好好，来喽。那肖战的这个肢体的表演已经非常非常的精准了。这不一定能说出来的，虽然演的都差大差不差。 哇！终于在这，终于有10亿的目眼光出现了，要不然我们这导演出这题目，他会觉得很失败。抓紧时间，时间要到了。武术节目，武术，对，比心，比心好。完了，娜姐，娜姐，好了好了。手持了吗？比个心。0点，0点，0点，你让他要肖战给我演一个。啊！又演出自理的意思。圆规。 0点周深，哇，厉害了，就是厉害，是不是可以？这可以，厉害，娜姐。哇，终于有一个有难度的最后一题，来，肖战，请看题。好，好，来，来喽。好难，好难。 前面两道题他们跟玩似的猜出来了，看看这道题。啊好，7个字啊，大家，我。 追，这个太难猜了。我知道了，我觉得我知道了。刘维知道了。现在你来一个。好，我来一个。我刚经过杨迪老师的提点，然后我精进了一下。你精进了一下，他又，他每次给你演示都加戏。我们追梦。哦，这个动作好。我们追梦，我们都是追梦人。嗨。是吗？ 为什么给我们的时候没有那些东西？娜姐实力宠肖战。对，好嘞。那经过了这个游戏的检验之后，我们能够感受到六位演员之间的默契，也让我们对他们年三十晚上的小品表演充满了无限的期待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也要请咱们这个剧组给在线的网友送出一个福利包，我们选一位代表去翻24宫格。
你会选哪一个呢？选了这个早安闹铃，就录一段起床的闹铃给他们，是不是？录吧，肖战，来。好，起床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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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就来一个。起床了，起床了，要不我让杨迪到你的梦里找你了。哇，真的是非常感谢六位演员的到来，让我们感受到了满满的默契，对你们年三十表演的节目充满了。